晚餐时间，我们来看看民众到盐酥鸡店经常会夹像是三角骨或者是鸡软骨，但你真的知道这些部位在哪里吗？高雄就有一家盐酥鸡店特别挂出了这张全鸡骨骼侧面图，还用荧光笔标示出这样的特殊部位，让点餐民众一目了然。而且这张图也被 po 上网，引发热议。有人形容老板根本就是被盐酥鸡耽误的兽医。盐酥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，起锅撒上胡椒粉，看了口水都快流出来，肚子饿来包盐酥鸡最过瘾。但是常见的三角骨和鸡软骨这些鸡的部位，你真的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老板一张图马上帮你解答。高雄六合路一间盐酥鸡特别挂上全鸡骨骼侧面图，三角骨、鸡软骨还有独特的美丽骨，全都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分别标示，让客人一目了然。因为大家一直问说，软骨是什么，美丽骨是什么，啊，三角骨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一直问一直问，问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了。有人拍下这张图传到脸书社团，网友看了惊叹留言，老板是兽医系的吗？还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是被盐酥鸡耽误的医生吧，真的长知识了。我老婆就想到这个方法，她是上网上去看的，之后他在自己在加工。原来这不是老板画的啦，加工灵感也是出自老婆之手。不过看完这张图，下次要买盐酥鸡就能马上知道自己吃的部位到底在哪里了吧。记者陈盈萱、张崇敏高雄采访报道。